不要不带我带的都是你继续讲俾大家听啊！唔得，点解唔讲啊？你啱啱咁多嘢讲，你快啲讲俾爸爸听。我呢个是得到呢个咯。呢位先生，你想食乜嘢啊？想食爸爸。咁呢位先生咧，你想食乜嘢啊？食面包。你要食面包啊？好啦，翻屋企买面包俾你食啦。这个妈咪是爸爸，这个妈咪爸爸。画面所见呢，就是一个去完玩具摆渡城掠地的小朋友。那我们问下他心情先。小朋友，你做什么掠地啊？为什么你掠地的？你想要什么啊？你想要什么啊？你又不说、啊、你拍到污糟的、哦，你已经拍到污糟的喎、哦。